最希望就是跟他们合作，就是跟 The One 合作，然后也觉得本地电影的水平呢越来越提升了，所以也愿意就是做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。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创新、大胆、有创意的开明的 open 的那个思想，所以非常非常激励我。坦白讲，华校英雄成为 The One Academy 第一个合作本地电影，而且还为我们这个华校英雄呢特地创办了这个创意英雄奖 Creative Wira Award， Creative Wira Award 就是我们 Wira Wah 的这个，所以我觉得很受到鼓舞，很受到激励，我更加有信心我们这个电影一定会成功。其实我这次跟同学们合作这个海报呢，我非常的受到那个刺激，就是很多惊喜，因为我们就是希望不要有一成不变的海报嘛。结果真的这次出来呢，很多都很有创意，像有其中有一款海报后来拿了冠军，就是他用我们做功课的时候的单线布，因为华校英雄讲学校嘛，他就用单线布的形式设计成一个海报。我本人蛮喜欢的这那张，就是那张有那个颜色笔的，我觉得好可爱哦，设计的很贴切我们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个题材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把我们华人很喜欢看的那个日历哦，像那种通胜的那种日历，这样子设计成海报。那诸如此类的，我觉得学生的创意非常非常的澎湃，然后也非常的丰富。The One 的所有的学生呢，一定会大有作为的。在这里呢，希望他们将来都是可以干一番很好的事业。学美术的出路非常非常的广，因为你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要设计，像这些，每一样东西，眼镜啊，每一样东西都需要设计。所以我相信The One 的这些毕业生呢，以后都是这些领域的生力军。说他讲给你哦，都是那个冠军。